各位小朋友晚安，你们已经在潜水艇上面了吗？准备好一起到海底的世界听故事了吗？今天要说的故事是玩具去哪了。新瑞有一个玩具箱，是一个蓝色的盒子，盒子的上面还有贴一颗黄色的小星星。妈妈呢，每天都会和新瑞说，玩具箱是玩具的家哦，要记得晚上睡觉前要先把玩具送回他们的家休息哦。晚上当新瑞睡觉后，玩具们就会开始点点名。长脖子是一个蓝色的碗龙，它是新瑞3岁的生日礼物，也是新瑞第一个带回家的玩具，所以长脖子是1号，他负责点名。最后被带回家的是5个玩具小骑兵，他们是10号。在玩具箱里，长脖子开始点名咯，2号大象到了，3号长颈鹿到了，4号狮子到了，5号手套青蛙到了，6号老虎到了，7号乒乓球到了，8号黄色小海星到了，9号小丑云尼猫，10号是5个小骑兵到了，大家都到了，非常好，晚安啦。在2楼窗户阳台上，妈妈种了很多小盆栽，有风信子、鸡蛋花、太阳玫瑰、金鱼花、红色的长寿花。新瑞放假的时候，就会把阳台这里当作是大草原，他会在这里玩大象、狮子、长颈鹿，有时候呢也喜欢套着手套青蛙，帮青蛙配上各种声音。新瑞假装自己是青蛙，呱呱呱地说，呱呱呱，我是一只凶猛的小青蛙，可别小看我，偷偷跟你说，我以前可是个很帅的王子哦。这时候，妈妈在厨房里叫了新瑞，瑞瑞，来吃水果。新瑞听到妈妈叫他，他就把狮子丢在阳台后，忘了把他带回家了。晚上又到了长脖子点名的时间咯，2号大象到了，3号长颈鹿到了，4号狮子，小骑兵说，他不见了。长脖子听到后说，新瑞又忘记收玩具了，不知道狮子会掉在什么地方。昨天已经少了2个小骑兵，只有3个小骑兵回家哎。手套青蛙也跟着说啦，呱呱呱，上次我自己被丢在餐桌上面，好恐怖哦，小蟑螂半夜的时候还从我的嘴巴爬过去，好恶心哦。长脖子说，好啦好啦，其他玩具都到齐了，我们赶快睡觉吧。隔天早上，新瑞放学回家后就打开玩具箱，想要找狮子出来玩，结果东找西找就是找不到哎。他跑去问妈妈说，妈妈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狮子啊？妈妈说，没有啊，你没有把玩具收回家吗？新瑞想了想说，可能我把它收在抽屉里面吧，我找找看。明明有收进去的，怎么可能会不见？后来新瑞还是找不到狮子，他想说，没有狮子没关系，今天可以玩尼莫和长颈鹿啊。结果这天新瑞又忘了收玩具了。隔天一大早，新瑞揉揉小眼睛下床后，一脚就踢到了尼莫，尼莫扑隆扑隆的被踢进钢琴下的小细缝。
这时新瑞紧张的大喊，妈妈，尼莫滚进去钢琴底下了啦，你可以帮我把尼莫拿出来吗？妈妈摇摇头说，你又忘了收玩具了吗？娃娃车快来咯，你先去上学，放学回家后再一起找吧。下午放学回家后，新瑞匆匆忙忙地走向娃娃车，赶紧换上佩佩猪的拖鞋，走到房间找尼莫。新瑞跟妈妈拿了手电筒，一起趴在钢琴旁，照着底下的小缝隙。两个人左看右看，就是没有看到尼莫啊。新瑞说，奇怪，我明明看见尼莫滚进去了啊。妈妈跟新瑞说，你不爱洗玩具，玩具当然都离家出走啦。新瑞很难过的又跟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再买一个给我好不好，下次我一定会收好。不行，上次你还和妈妈这么说，可是你还是没有收好啊。新瑞说，没有尼莫没有关系，我今天可以先跟手套青蛙一起说故事啊。晚上新瑞睡觉后，长脖子晚龙又出来点点名了。这时大象说，不用点了啦，只剩下你我和老虎，其他的玩具都不见了。长脖子生气地说，新瑞都不把玩具收好，他们全部都不见了。老虎难过伤心地说，我还想念他们了。又过了一天，新瑞到玩具箱拿玩具，打开来一看，只剩下三个玩具了。他抱着老虎跑去找妈妈说，妈妈，我的玩具都不见了。因为你玩完玩具后都不把它们放回家，上次你把老虎乱丢，小狗咬断了它的尾巴，妈妈还帮你把老虎的尾巴缝好哦，可是你又忘记了这件事。妈妈，我以后不会了啦，你可以再买新的玩具给我吗？不可以，你都没有把玩具收好，妈妈不会再帮你买玩具咯。在买玩具之前，你得先学会如何把玩具收好。新瑞抱着老虎坐在地上大声地哭起来了。妈妈告诉新瑞，如果你可以当个负责任的小主人，玩具应该就会回家了哦。晚上新瑞把老虎收完，还对箱子里的玩具说，我已经剩下你们这些玩具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惜你们。从这天开始，新瑞只要拿一个玩具出来玩，睡觉以前就会记得把玩具收回玩具的家。过了几天，新瑞只要一下娃娃车，就会赶快洗完手，跑到房间，打开玩具箱看。有一天，新瑞发现玩具箱里多了五个小骑兵了耶！他大声地和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赶快来看，小骑兵回家了。”妈妈从客厅走过来，蹲在新瑞的旁边说，一定是你最近都有收好玩具哦，你已经是个负责任的小主人，所以小骑兵才会回来帮你保护其他的玩具哦。新瑞听完妈妈说的话后，开心地对玩具箱里的玩具说，以后每天睡觉前，我一定要记得把玩具带回他们的家放好。从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一直到星期天，新瑞都会在睡觉前收好玩具。
神奇的是，隔天早上玩具箱里就会多一个不见的玩具。某天晚上，恐龙又开始点点名了。大家都到了，只剩下小丑与尼莫了。妈妈应该快把尼莫放回来了吧？隔天早上，新瑞打开玩具箱，惊讶地发现他最爱的小丑与尼莫回家了，还带了一个 Elsa 娃娃回家。哎，他开心地跑去告诉妈妈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尼莫回家了，而且你看他还带了 Elsa 这个新朋友哦。”妈妈蹲下来摸摸新瑞的头，对他说：“因为新瑞是一个好主人咯，所有的玩具都爱跟着你回家。”小朋友，故事说完啦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你一定要记得带玩具回他们的家哦，要和新瑞一样当个称职又负责任的小主人哦。好啦，各位小朋友，晚安。